真的，第一个讲就是他们这个态度就赢了，就是已经不是要赢输，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境界，那个享受这个音乐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就是这样。说得好。刚我看子琪也是非常非常的投入，一直就跟着一起唱哈。这歌真的是陪伴我们成长的歌了。对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我已经无语了。就是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讲不下去，就是我怎么突然一下子好像不会讲话，但是真的太好了。就太好了，奥运就是奥运开幕的那种感觉，代表中国的那种感觉。完了。